蓝宝坚尼撞大的路旁车祸起火，司机来不及逃生。Oh no！一辆行驶中的蓝宝坚尼跑车今早发生车祸，车祸后跑车起火燃烧。彭亨消拯局发文告知，消拯员到达现场后成功扑灭火势，跑车180%被烧毁。在火势还没太大时，女乘客被公众救下并送往医院，被困在车内的男司机来不及逃生，活活被烧死。愿逝者安息。